在桃园市中正区一辆机车车头撞烂裂开，车灯喷飞，零件四散地面，就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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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车车头撞烂裂开，车灯喷飞
路边塑胶栏也遭殃，恐怖车祸发出剧烈声响，吓坏附近居民。居民表示，这个路段三天两头就发生车祸，还在家门前摆着阿弥陀佛，希望能提醒路过民众开车、骑车放慢速度，注意路况。